好，挂钩啊，然后解钩器把绳子挂稳之后啊，我们调整方向，好，走。站在岸边就可以下渔网了哈。看一下，很清楚。这一款是升级版的啊，升级版的24伏的话带定速巡航，你看一下，遥控器都基本上不用动了，你看到，遥控器不用动啊，定速巡航直接走。下一个渔网的话，1分多钟。把这个渔网拉完啊，好，渔网马上拉完。拉完之后，我们遥控器按一下，一键解钩。拉完了啊，一键脱钩。定速巡航关掉，然后一键解钩就可以了。好，一键解钩。回来。遥控船开回来就可以了。把它开到我们这边来就 OK 了啊。